下班了。下班了。好久没来接你来了。还行吧，今天吃啥呀？今天擀面条吗？你不说。行，大肚子，然后。对，完你吃白面，我吃玉米面。好。我都饿了，今天中午没吃饭。没吃饭啊？开会了，然后没时间吃，一直到现在。好吧，我那个这两天终于可以不加班了。明天上午你陪我呗。OK， 没问题。去吧。哎，这放着啊。嗯。等会儿啊。好。是那个配件到了吧？嗯。出库成功，出库成功，剩两个包裹。来菜棚子买豆瓣酱。炸酱。还有别的东西没有买的？没了，这没大米呢。大米明天去一会儿买。干酱啊。行，夏天就没了，再过一段夏天不会倒霉。啊，哎，那挺好。咱俩能盛那个菜呢，小绿盒就是草莓送的。对。这是我洗手洗的方便。那我干啥？你超饿了。好的，收拾。最近我加班加的，睡觉都睡不好。我把猫刷了，行不行？不用着急。晚上刷，地就刷。行，我方便。好，你和我，你和你一个人份儿就行啊。行。给。我昨天加班那么晚，还没休息过来呢。是吗？现在还困呢，都困了。明天多加水，时间多加水。晚上最后整一盆。洋葱了，咱俩洋葱鸡蛋加行不？可以，还没吃过呢。这小灯真好玩啊，给你说。麦香。你吃醋量，我吃细粮呗。对，来个三分之一就够了，这谁够？你有这样打的吗？有。我来换上面。两个鸡蛋。OK。韩国。鸭蛋的怎么这个色儿？我觉得。就把它擀成一个超大的大饼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会，我教，我不用教，我会。尽快吃到嘴儿。我们通知我们下周一也团建去。你们下周一团建啊？我是姐。你卤子做好了？菜锅也熟了。行吗，大乔？卤子好了，煮了。煮面吗，大乔是吧？嗯。面来了。面粉得远离这个，这鞋带可以吗？哎呀，我熟了。保关了吧。卤子出锅了，okay。 走开，里面。面太软了，让我和的。哎，挺好的。脏手包的？不是，我就整面手包的，搁里吧，帮煮饺子。端端端端。行，别烫着手啊。哇塞，可以啊，这个有点碎，就是挺成功的这些。你的玉米面，下去煮一会儿，上面条。哎，你先吃啊，我那还没熟呢。哦，晚安，彤彤。那姜，那几个辣椒酱都拿出来。行。
那你去买吧。这种方式任你选择。真酸了。嗯，好吃吗？嗯，我这面也开好了。嗯，慢点吃这个。还有多久跑啊你？马上，只需要两分钟。我这不跑了，快吃。嗯。拉上拉上，我不了。够了，少来点。嗯。我第一次吃卤子，味道不错是吧？嗯，酱煮鸡蛋。把它少吃点，不然消化了点。嗯，好吃，香绝。